的长期的创新文化底蕴为因缘，我们不只是对整个中国有责任，其实我们对整个世界都有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企图。然而这样的企图将会迎来了全世界的掌声，这才是身为5000年中国文化底蕴代表的北大应该创造、可以创造以及必须创造的未来愿景。尊敬的华范师傅，尊敬的师傅，尊敬的各位师兄、各位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接下来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华范师傅。继续为我们开始。李老师，还有诸位法师师父，诸位学员诸位居士大家早。我们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下午因为有远道来的同学让大家赶飞机来怎么样子所以我们下午11点半我们就开始讲，那讲到4点就结束，2个半小时。那上午呢亦复如是原定是到12点了。那第一个我们中间没有休息，让大家自己下去上个厕所因为有录影啦，中间落掉的听你还可以重复听啦所以没有关系。那么第二就是说天台宗我师父早年在宁波天台宗关中别院的是从小沙弥一直做到副讲上显下明老和尚还有另外一位是了一和尚上了下一和尚继承天台宗第45代。那么他告诉我，他说天台宗讲经的人不擦毛巾，不喝水，不中间下坐是这样。那是不是他们上课的时候，早年上课的时候，甚至于不带课本，不带讲义，就是下面人不带讲义，就这样坐着听。然后要上课之前先静坐半个小时，中间不休息真的是要尿尿，你去自己下去这样子你们诸位也是这样，因为这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因为有时候你思想它是，我想是这样，讲解佛法或讲解人生的道理其实是一种享受，听跟讲的人他本身都是一种享受，因为他本身并没有那些计算人与人那些计算没有，也不是什么得失，都不是，它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内心里头的一种清场排毒。你想想看，你要是说大鱼大肉吃了几天，结果你都没上厕所，突然间你觉得你现在想上厕所了，我想你一定不会去上一半的，你就让它完全排除掉，为什么？全身舒畅。那么其实听闻佛法其实不是加法，不是堆积了什么知识不是。真正的那种人生的心灵哲学，它其实是排法，是减法，是减低了你的很多负担、执着、难堪、坚持、恐惧、不确定。你会有一种对吼，我怎么那么笨没事儿，舒服，那种感觉才对。那么我在大三的时候开始在社团里讲课台湾有义务役了台湾有义务役，义务就是你都要去当兵，现在没有了接着几以后就没有了。那有义务役当年我中间要休息的话，放假的话，我也去外面讲讲经人家会给我一点车马费，算赚点外快是这样。那么就一路这样讲到现在
那有时候人家就会跟我说啊，法师，哇，你口才太好了。我听的时候我是高兴不起来。为什么？这个佛法是这样子的内容，是应机说法。什么应机说法？你比如说昨天呗，昨天突然间我想到说，哎，你们回答一下，来，那讲一下，那讲一下啊，那答一下，没关系，再说，这没有标准答案，那答，答对了，我送一本小书给你，啊，这样，这也是临时想起来的，为什么？因为都已经讲了两个多小时没下课，你们快昏倒了，那当然要上面怎样热一下嘛，这个是应激的。那么即便是啊，这个唱作俱佳好了。那也是应激。那你像应激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能够听得下去，能够在一个没有压力、没有任何期待，哎，注意听啊，没有任何期待的状态，期待啊、期许、等待哈、期待的状态之下，听下佛法。为什么这样说？有所期待就有我执，有我执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不会真正的像海绵一样，让本来是你内心里头的智慧，它不从外来，从内出的。一个讲经说法的人，并不是把他的概念放在听佛法的人身上，是用他自己的体会诱发听者内在的智慧。 O 不 OK？ 听懂吗？所以你们拥有了什么？你们应该拥有的是一个像婴儿一样天真的心情，像海绵一样无染的，准备真实的吸收一个你看起来从外来，而其实是从内在涌现的智慧之泉。所以你不需要预计你想要听什么，你甚至不需要预计什么时候 ending 结束。因为大海虽大，饮一滴知全味。这就是佛法的生命之教。讲经的人要这样，讲佛法的人要这样理解，听佛法的人要这样理解。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流，它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优美、纯善，一定是温柔、体贴，一定是与人为善，一定是对这个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乃至全人类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充满了慈悲、悲悯、体谅、放下。所以我常说，我说一个社会如果让佛法的这种思想，我刚刚讲这样思想能够流露在人类的人的心灵当中，社会国家一定是平稳祥和。自古以来的这个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子，尤其是汉传佛教的祖师他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一直都是这样。因为解脱来自于你内在，不来自于外在，不来自于外在。那么有那个有大德，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呢？被诬赖、毒打，毒打之后抓进去关，关了好几十年这样子，后来他出来了，也。被抓进去关，莫名其妙出家人了，然后被送出来也，不是近代了，我们讲故事就不必去管他什么时候了，就是他是这个一个公案的故事，抓去关，然后莫名其妙被抓去关，毒打一顿之后抓去关，然后呢又几十年了，不是一年两年了，几十年了，几乎过着那个啊，有一点猪狗不如的那种感觉的生活啊。然后又莫名其妙被送出来，就是丢出来啊，算了啊，给你自由。然后慢慢的他就恢复了状况了之后，人家问他说：“哎，
啊，你这样子被弄进关了这样惨，那这啊，你什么感觉啊？你这个这几年你在监狱里是什么感觉？我说我非常害怕。真的啊，你也会害怕大师了，你害怕是，你害怕什么？害怕死，害怕被断头台送进断头台啊？不是，那么你害怕什么？我害怕这十几年当中，我每一天都害怕我会对打我的、关我的人，以及到现在还不放我出去的人，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恨。我最害怕这样。诸位啊，诸位啊，和尚的脑袋跟诸位基本本质是一样的，你要知道他怎么思考，他是一样，他被打还是会痛的啊，被抓进去关他还是会不自由的，但他拥有了绝对能够控制自己的心，不被仇恨所蒙蔽的自由。诸位啊，人类什么样的哲学，什么样子的修养，都没办法超越这样子的自由，跟内在这样子的光明，跟这样子的解脱。我常常在想，这么样子好的佛法，其实是真的是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很安详，很安详啊，然后呢，很自在，很轻松，但也充满着谨慎跟恭谨之意来听闻的，真的，真的。啊，所以诸位辛苦一点，我们中间不休息 ，O 不 OK？ 啊，谢谢诸位啊。啊，也不要有压力 ，OK？ 感觉需要去厕所整理一下，你就去。啊，师父不会说那个谁啊，怎么这么不礼貌啊？我讲一半你怎么离开啊？没有，我们是生命的交流，上厕所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去吧。啊，不过呢，如果有人打瞌睡，麻烦隔壁的人稍微提醒他一下，啊，不要再睡了，会感冒。不要这样讲啊！不要再睡了，对法师不礼貌，不能这样讲，要关心他，懂吗？OK， 好，那么就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继续啊，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提到了企业的意义。所以是的，企业的意义确实是企是一种企图心，它一定表现着某一种冒险性。那具有冒险性，这就表现出企业本身的不确定性，对吧？啊，所以人生的事情真的是很平衡的，因为你要赚取利润啊，它就有一定的冒险性，没有那个做生意一定赚的，对吧？这是就一般的概念之下，确实是这样。但是佛法的概念的所谓企业，它确实也冒险，但冒险而不冒险。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因为所有的冒险都来自于你对结果的一定性的期待，一定的期待，你才会叫做冒险。如果你这样想，如果你是这样子，你只是现在徒步要走到火车站，假设。那你路子也清楚，那你也没有赶时间，你可以沿路看风景，这样对你来讲没有所谓冒险了，那就走呗，时候到该到的时候我就到了，有冒险吗？没有。那如果说你今天很欢喜的去买了花的种子，然后你也很喜欢花。那时间到了啊，你就种下去，会开，哎呀，好欢喜哦，看到生命的成长；不会开，不会长出来啊，可能我弄错方法了，你也不会忐忑不安呢、啊。怎么样？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候就是这事情你也决定不了啊，反正做就对了啊。行事在人，成事在天，写下来。
形势在人，成事在天。那何必忐忑呢？诸位，这是一种对结果不是没有期，不是没有目标，但是对结果的如何，我懂得尽力而为。结果怎么样？即便是身为一个凡夫，还多少存留着一些有点可惜哈这样，要不这样，这种想法。即便是这样，你也应该告诉自己，那个是自己多想的。我已经在我能力的范围之内努力过了。那么结果怎么样？还有好多因缘我不能决定。你比如像昨天呢，中午早上开幕式完了，李老师说要去外面照相，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哎呦，会不会看得清楚啊？会不会有尘螨呢？就一出去看，哎，空气品质优。那这个你不能决定的，时间这样安排，没有人安排错啊。难不成今天下午才照相吗？人都走光了，这不行嘛。这一定是在开幕式照相，这什么都好嘛。那但是能照的结果怎么样？我昨天看的那个相片，哇，好清楚哦，哼，超级清楚啊。那你不能决定，所以你的人生，你不要以为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觉得怎么样。人，我们在解释 entropy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解释它说是一种有一定程度的冒险，但是我们不能被它这个解释限制。企业对诸位来讲，是生命志业的一部分。志业是指你意志、你的生命价值的投入。既然是生命价值的投入，那是你用全生命去实践的事情。当然我这样讲，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牺牲健康、牺牲家庭，然后整天冲事业，也不顾家，这样子说，师父说的、那个事业是生命的事情，我要用全生命下去搞。那所以儿女摆一边啊，妻儿家庭摆一边，我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它也不能排挤其他生活的那部分。这点我们也会适当时候我们会提到。所以关于企业是不是一个冒险，我们在本质上、客观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它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冒险。对啊，早上要照拍照，我不确定空气品质 O 不 OK 啊，照起来 O 不 OK 啊，那这个真的不是你能力范围的、对不对啊？因此结论如何，你也就不要忐忑不安，也不要怨天尤人。我安排好了，我就去做了，我努力的准备了，那我就等待应有的结果。而且这种等待有耐心还不够，注意听啊！我曾经写过，在我的小书里头，小书里头 有这么一句话：不要企图影响别人，任何人都很难被你影响，你只能把剧组改变的条件为他准备好，然后你在旁边温柔的等待，是耐心而温柔的等待。你不要这样子讲，好了没有啦？你化妆好了没有？赶快啦，赶不得了啦！不用这样讲，你这样都太压迫别人，没办法。当你要改变一件什么事情，你只能把改变的条件尽你的能力范围努力的去具足。你在为了这样之后又产生很忐忑、很紧张、很怎么样？其实你是头上安头，祖师讲头上安头。企业也是，企业不能排挤了你的生活，不能排挤了你生命当中自我成长的那个空间。太忙嘛，忙到你没机会安心的坐在这里听我三个讲次的课嘛，太忙了，心里啊好忐忑啊，为了你的工作那是什么样子啊，那
吃完饭走人了，怎么样？那这你没有留下一定的空间，最终你会有难以估计的损失，因为你转换情境，去听闻一种表现起表面不是你企业经营的那些物质性的技术面的操作，而听到是你心灵面的内涵，其实它会真正的帮助你在未来的一切，从生活、事业到等等。那如果你把企业的意义一直扩张广大到就是你生命某一种思想的投影，某一种理想的投影，或某一种生命价值的展现，哦，你企业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企业是你成长的对象，而不是压抑扭曲你的心灵的工作。我们常说啊，年轻人充满了理想性，中老年之后呢，就没什么理想了。为什么？因为他被现实，好听一点叫历练，难听一点叫折磨，折磨到他就失去了对人生失去了想象的价值，想象以及失去了对超越现实价值的渴望，他失去了。其实真的古人讲说哀莫大于心死，就是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这个社会的往前进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现状还有改造的渴望，对于未来仍然有理想的梦想，我们才能往前进的。当你都一切都算了，我已经冒险完了，我不想再新的冒险了，或者我对冒险的结果过于担忧了，你就不会有创新，你也不会有对生命这种善、慈悲、智慧未来的想望跟努力不懈不计成败的勇气，你就不会有。这就因为它是过度的，你被把你想成的冒险，对于成败太担忧。在佛法的观念里头啊，对的事你就用尽量用对，不是尽量，你就应该用智慧找到对的方法，那么努力去做就是了，不要去想结果，去想太多。在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有你经验足不足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好不好，如不如意的这样结论。那因此你在过程当中当然可以借由经验的累积、知识的理解的学习、方法的学习而给予修正，但只有修正，不要再多想，一切的过程就是结果，因为那是对的事啊。啊，你也努力学着用对的方法啊，那么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你不能要求结果，你也不能要求别人怎么配合。那你说那别人要不配合怎么办呢？别人不配合有两种意义不配合，一种是道义意义上面一种平等观念彼此之间的不配合。比如说 我找他投资，我真的是善意的，而且这个明明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那他不投资，那两种原因。第一个，我们彼此之间过去的善缘跟今生的善缘结得还不够，信任度还不足，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他个人性格跟对事情的看法确实还是有不同，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没办法勉强别人。所以除了这两个原因，没什么其他原因了。那好吧，那原因因缘未成熟，你找到了理由，那你就摆下。第二个呢，是阶位上面不一定对等的这种不配合，
比如说他是你的上司，要不他是你的下属，要不他是你的员工，那么他没办法配合。那这个也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可能对你的管理或对你的制度或怎么样不理解，甚至不信任，是第一种。第二种，你对他的教育或者彼此间的你跟上司彼此间的关系，信任度，你过去的成熟度不足，所以表现出来的彼此的信任尊重还不够。那这个不是表面制度上我要怎么去面对的问题，那是从你内在里要去思考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早年呢、早年大概在我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专门讲企业管理的赵四强先生，他用了很多华人的文化观念来教导说，公司老板怎么样带领员工，怎么样跟自己的那公司的主管怎么跟自己的老板做沟通的讲道的时候，他也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其实一切的管理都从内心开始，了解人心才有所谓的管理，而最高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只有人与人的交往就能成功了。那所以一般民间也有这么一句话吧，带兵要带心，不是带身，带兵要带心，带人也是一样，是带心。那这些都必须要是一个气，无论是师父啦、家长啦，你只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上班族啦，乃至于你是企业主啦，甚至于你是学校老师啦，其实都一样，放之四海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面对的所谓企业的冒险性呢，其实客观讲它当然有一定的冒险，也就是说你的投资、你的行为、你的那些操作努力，这不保证成功。但是它放在一个这么豁达并且了解因缘缘起的一个企业主身上，他只是尽心努力，从内心到制度尽力的学习，剩下来的交给因缘去完成。这种观念呢，是一个受过佛法熏陶的人应该有的态度。他其实讲是讲企业，其实放在生命中任何事上任何地方都可以。那当然这里头一定有自我改造的那一部分，你不能说我就这样了，我意思我就这样做，我努力我就用按照我的方法做了，现在成不成功我就随你的，这还对一半而已。我努力做成不成功随因缘的，那个你就是随因缘的，包括周边的人，这样讲只对一半，因为你忘了改造自己也是因缘之一。改造别人有时候很难，但是改造了你自己，那渐渐的改造别人就容易了。这个呢，也不是企业主、企业家要学的，任何人都要学这个道理，都要学这个道理。啊，当改造的方法、深度、强度、面向是怎么样？那当然不全然由佛法来告知你，当然还有好多管理学上面你应该在精进学习的，那这就不是师父所能说的。可是 你要知道，那一定也是一部分，这个原则要把握。没有那个企业主或家长或者一个道场主，他一切都没改变，然后你能够改变周边，很难很难。你改变了，别人都不一定马上跟你改变，但是你的身心行为改变，在佛法上来讲，整个世界是你心的投影，世界是你心的投影，你的心转变，世界的投影就真的转变。换句话说，你的工厂、你的公司的氛围也将会因为你的心的转变，它慢慢的也会转变。你要耐心温柔的等待，它总是会发生。当然了，你改变的幅度、速率也要够快，不然会被什么？会被疑虑、不信任，又拖垮了你的改变的效果。这点呢也要注意，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内在修炼的问题。
不是说做得到就做得到，可是它是问题的症结，所以怪不了别人呢。即便你最终事业有了什么样问题，好了，就算关门重新再来，或者你不做了，直接去领薪水了，你也不要留下怨恨、埋怨跟遗憾。我说过了，升起烦恼我们要知道，但是呢，我们更要忏悔，同样意思。因为我改变了没有成功，所以整个事情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所以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失败了。但是事情可以失败，失败的原因我不能模糊，即便我下次不玩了，我也知道总是有原因，而我接受这个原因，这样的生命还是成熟的。佛法没有保证每一个人他想要的结果都在他生命当中出现了、完成了、满足了，但是佛法绝对保证了，在你的努力过后，即便没有真正的完成，你都能接受自己、社会、国家以及这个世界。你并不是阿 Q 哦，明明失败了装的成功，然后说没事儿，没事儿，明明就很痛，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这样，痛就让他承认那是痛，但痛又怎么样？痛在肉上，不痛在我心上，因为我知道凡事都有原因，我的努力还不够，我接受事实。那很多体育界的朋友，我相信台湾大陆都一样哈，那努力了四年参加奥林匹克，哇，没有得到预想的名次。他下来的时候，人家访问他怎么样啊？你感觉如何啊？这次有点遗憾啊，对手呢确实很优秀，我努力的还不够，下次有因缘我会再卷土重来。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新闻稿的说法，但人生在某个意义上真的就是要这样。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注意佛法的概念里，要你做任何一个企业，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我们客观的承认之后，你得要先准备好失败，你才有资格迎来成功。记下来，你必须要先有准备好失败的健康心情跟能力，一个够深度的生命，你才有机会迎来成功。因为属于成功的最大心理障碍已经消除了，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昨天啊已经讲到时间快结束这一部分要跟大家补充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企业的价值。获利固然是企业共同的目的，对啊，哪个企业不获利？不获利的不名为好企业啊，对不对？没有那个公司不赚钱的，公司不赚钱所有人都不敢买你的产品啊，对不对？第一个维修一定不保证，对不对？哪一天你要挂了，我这个手机变孤儿机啊，我这台车子变成孤儿车啊，找不到人家，甚至没有备料可以修理啊。不过现在手机是没人在修理的了，坏了就换新的了，修理更贵了哈、啊，除非是简单的破掉或怎么样啊。不过意义上就我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是说企业获利是必须的，哦，这个没有什么，哎呀。师父不好意思哈，你买那个声望啊，这个我也是佛弟子啊，跟你赚点钱，不好意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卖东西你要过日子啊，那师父又不是来供养一回事啊，买卖是买卖，买卖照买卖的方式嘛，我们不要暴利就好了啦，哈，不要暴利，好，当然这样子，那当然是要这么做啊，师父贪财哦，哦，不要这样讲。贪财，这是老员外讲法，是什么那个什么宫廷剧看太多了，这不是什么贪财，这就是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那这本来赚钱，这个是这个一定的哈，你也是养家，那么你的员工也要成长，这没问题。但是获利的动机不同呢，哎，决定了企业是否受人尊重。
获利是代表了这个企业在具体的社会表现上，社会的表现上具体的展现出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人类所共有的。怎么说？比如说我的洗衣机卖得很好，意味着 我的洗衣机省水，洗得干净安静不吵人，然后呢又能自动清洗内胆，大家觉得他的生活呢就不会为洗衣甚至于再次的感染污染而造成了他生活的不便，因此呢用我洗衣机的人呢，哎，就显得生活很方便，他就能专注在他的事业上，而有一件干净一定程度受到消毒，不会在家里的人有人感冒了交叉感染，哇我的洗衣机太好了，哎，你们有没有尊重做洗衣机的人，我临时想到这个功能啊，是这样子。好，那假设是这样子做的，那因此我洗衣机大赚，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对整个社会买我这台洗衣机的家庭都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工作能力，增长了工作力，所以我卖得好不是我得钱而已，是来自于用我的机器的人呢，第一个安全，第二方便，第三呢又不受干扰，就是它很安静，假设。那所以我这个企业的价值其实它是由钱我说收益收益来具体表现，可是它真正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因此一个企业主他刚开始在想象他的洗衣机应该怎么样做的时候，他的下手的想法不是我要怎么样去买一颗马达既便宜又能够骗得过消费者，然后呢卖出去了之后呢在一年保固期之内绝对不会坏，第二年很快就会坏，然后我就可以卖很多。他想的不是这种方式，他想的是这样，基本上也不可能一个东西都永远那么好，但是我希望呢在合理的利润之下，他大概在三年哦可能坏掉，我觉得合理，有业界基本也是这样。但是呢我希望它的功能更加完整，来创造这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如果是这样想呢，那你创造出来的你是从善的面上面得合理的利润，你对员工所要求的想法那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你不能造一个十年不坏的机器啊，真的你生意做不下去了。早年日本有一台丰田的车子叫做速力，那最早哦，速力啊，台语讲速力啊，速力1200，对不对？是这样。我告诉你哦，我刚出家的时候，人家给我一台速力车哈，已经换第三手，我是第四手，你懂吗？啊，我去住山的时候哈，我带了一堆书，我去到哪我就是。我行李很少，不一定很多，那书蛮多的。不过现在开始不一样，这个什么药不少，是这样。那么好，带着书哈，然后那个骑那个陡坡，真的开不上去，那个把油门踩到底，你就没力量，你知道吗？我就把门打开，一只脚在外面扯扯扯这样，那一只脚呢就拉踩油门这样，这样绷着绷着这样把车子给开上去了。哇，那台车又陪了我三年，陪着我这样进进出出这样三年。当然那是因为那一次是因为载书太重了，这样再载个两三个人都 OK， 你知道吗？到了真正报废的时候，那台车用了23年，没什么坏耶，你懂吗？后来我问了那个修理厂商，修理厂跟我讲说：“师傅啊，你这台车是那个古董车了。”我说：“哦，这样啊？现在日本还有没有做？当然不会做，为什么？因为他做这台车了钱，为什么？因为都不会坏，一不小心做成都不会坏，他就会了钱。所以在企业在这部分上，师傅承认他有一定的什么？一定的不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真的不是。他没办法真的卯足了劲，做出永远不坏，不要讲永远，就是比较长期不坏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企业的现实。可是这就是我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概念。所以一定在一个合理的状态。这就是心量。
这就是这个企业可以受尊重的概念。所以师父并不把话讲死，比如说你要造成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怎么样子兼顾到怎么样，这兼顾是兼顾啊，这做到后来了钱了，这也没办法，因为企业要活命，它要往下延伸，是的，可是不能过头，不能过头，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表现。那这里头呢，就表现出什么样？就要用你的创新跟善意来弥补。你知道哈，我们现在大陆有很多这个牌子了哈，就飞利浦电灯泡，对不对？啊，现在当然就做那个无极灯啊，或者是做那个做那 LED 灯啊，哈，这样子。反而是 LED 灯，飞利浦做的并不多了，因为被其他厂商赶上来了。早年飞利浦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钨丝灯，你知道吗？钨丝灯哈，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所谓的逆光灯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省电灯泡啊哈，我们都说那省电灯泡可以用什么几多少 LED 灯啊，能够用什么几一万小时啊，什么小时的，有这样说对吧？其实你知道吗？钨丝灯泡标准的钨丝灯泡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其实就能做到10000小时钨丝灯泡。那真正的10000小时，不是吹牛的。结果呢，美国呢，这个奇异啊，好，飞利浦是美国的哈，是欧洲的。那几个厂牌就约了欧美，就几个厂约下来讲说，哎，这样搞下去我们完蛋了。哎，不能用这种钨丝啊！大家里头要加东西，加到怎么样，让它在千小时以内或几百小时就挂掉才可以。好，大家帮忙啊！说好了，谁我们来签约，谁要是做出太强的钨丝灯泡的话，谁要罚款喽？要不要来？我们签。那大家说好，来签，大家游戏规则定好。这些巨头定好了这样，你要讲难听一点，他们定好这个规则，一起来坑这个社会，坑这个消费者啊。但是呢，这是一个有名的案例啊，人类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确实啊，你造出一个灯泡来用10000小时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活哦。10000小时，哎，你家从你阿公开始用到你这一代，那颗灯泡还在用啊，他就要关门了嘛。是，所以企业真的也没办法，就完全说他真的就不是慈善事业。但是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他必须是良心事业。他佛世尊啊，要我们出家人是出家修道，他也在经上讲了相当多男女贪爱家庭的这个煎熬哈，或者是束缚人的自由心智啊，让你不解脱。他讲了这么多，但佛陀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能结婚。他说你有缘的往上你就来出家，但真没缘你还是要好好的过你家庭生活。他没有真的强人所难。我今天就以这个原则我来说企业。是啊，以飞利浦这种概念来讲，我觉得哦，他好像哦，他们这些人真过分了，怎么这样搞？我是觉得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他也要存活，不然他不会去发展这个东西。那你让他活命，你只要适当程度的让东西有流通淘汰，他才有利润。但这个利润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或者他赚头过头了，赚了很多了，他应该回馈社会。啊，回馈社会，如果只是用一种道德劝说，对社会是不安全的。我道德劝说而已啊，你一块钱的本钱，你赚了100块，然后我道德劝说说，哎，你拿出10块来捐款吧。结果你呢，劝你了你半天，拿出2块来捐款，我好像还得谢谢你。这样子，这个社会会不安全，因为贫富会越来越差距。因为他真的用了很少的成本赚了很高很高的利润嘛，那这样的话财富就一直累积在他身上。那世间的财富在一定时间之内它是固定的、啊、
那它累积过多，就意味着有人会消失过多，那社会就越来越不安稳，那当然不好。所以国家就必须要国家自立，全世界都这样，不管什么体制都这样，就用税收的方法来给予平衡，不是用道德劝说，是这样子。因此，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的公平不公平、合不合理，至少表现出这个社会国家对待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的用心如何，那确实是应该用心的。那么当然这不是属于企业该说的，我是指说企业的受人尊重也不能洁癖到说你把它当作是要求到像是慈善事业，但不可能。今天我是一个出家人，我也不会这样要求诸位，就像佛陀不会要求所有人 来出家不要结婚，不是不会这样的。佛陀也接受一定程度的现实的生活的难过，这是一个极乐世界不同啊。极乐世界是食至施衣，衣至，就想到吃东西，东西就会现前；想到穿东西，东西就会现前。他的居住也好，他的使用度也好，都是佛陀的大愿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成。所以那里名为极乐，你可以专心修你的心灵，没有这些世俗的利益之间的运作。但是在人间没办法，人间每一分生活的支具都得要你努力。从原始人要为了吃一片树叶，一片果菜，他都要去自己采。哪怕你荤食，你要去打到一只羊，你也得自己去磨那个什么箭的，用石头去磨那个箭端儿，然后去射。一直发展到今天，人类用枪，用什么，用捕捉的方法，都得要你努力过。这是因为我们的业感，我们的福报不足，就这样。所以因为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的企业发展它就有它盈利的必须。因为我们正在企业获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企业中的一份子而获利。怎么说？要不你在企业里头当员工，要不你是企业里头的主人负责人，要不你跟企业都无关，可是你是政府里头的人，那么你的薪水也是由企业缴税来的，对吧？所以哪一件事情不跟企业有关呢？这个世界就这么样现实。所以佛陀当然承认说你得要获利。所以这里的决定了企业是否受人尊重，我们并不是讲的那么洁癖，讲到说哎呀，企业像慈善事业一样啊，你都不要赚钱了，做出最完美的东西，用不坏了，然后又太好便宜啊，不是这样。或者压低到什么成本，它的成本当然要计算啊，这些不是我的专业，你当然要计算。计算完了之后，剩余的净利应该业界抓多少，你就抓多少啊。如果业界真的抓了让你感觉很多，你的良心就要启动，因为你上过今天这堂课。你受不受尊重，就在一切的社会标准都完成了之后，你还愿意多捐钱，你还愿意把东西做得更好，你的利润就这么些，跟大家一样的情况，你愿意捐钱，你愿意把东西做得更好，哎，这样受尊重。这是有可以有社会一定的标准之外，你多做了，我们讲的是这个，了解意思吗？至于有没有一种企业它就是为了慈善事业而存在的，有。今天下午我卖个关子，最好的我再留在下午讲，免得你们中间离开我们有一个 model， 我们有个模型，这个模型呢，提供给各位看一看，它已经在做了。好啊，它什么样产生，什么样的心情，我们都已经经历过，那我们打算说一下，让大家知道也有。不过这个不是一般企业的常态，
但是他展现出用企业的方式来展现一种世间纯善的行为。所以你诸位，你想想看，首先我安慰诸位，也不是安慰，就是告诉诸位，就是我们并不是把一个企业的受不受尊重，社会上面重不重要，这样子把它上纲为慈善事业这样子。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其实行慈善事业却可以借由企业的方法，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可是这当中就你就可以体验得到，我从上一堂课一再的讲的，我非常的尊重于诸位今天你们在社会上面的工作，因为你们真的会是这社会上民间当中思想行为的重要影响者，因为你的企业就直接该影响着人的生活了嘛，真的啊。当然政治社会政治国家这一定是大影响了，可是一定要这样子企业的在民间的一个善的配合，真的，不然大家都在捉猫猫，都是一些不缴税或者怪异的企业，然后要政府想尽办法去防堵，要去怎么样，哦，很头痛。那么中国还有甚至于那种所谓红顶商人，他一直结合政治，那过度的把财富集中，这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这其实哪一国都会，也不管政治体制怎么样，自古都会这样。那佛法就在怎么样，就在展现剥离并且穿透这样子的人性的一个贪净面，贪净面展现出一个全新的尺度来给人类。这就是我们李老师呢能开这堂课，我来想要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受尊重。那接着员工呢，哇，这个颜色要改一下啊。员工呢是否发自同心，同一个心啊？那么自感幸福啊，我这没办法，我这种滑鼠滑不太准啊。自感幸福，是否自感幸福，与企业是否长远发展，这个呢都决定了什么？都是由你这个企业，主要是企业主内心的动机，真的是内心的动机。所以台湾有这么一个选项，这是杂志在做的，民间杂志在做的，天下杂志在做的。他说来选一选台湾的幸福企业，他有些标准，然后去问员工，他不会去问老板，他问员工，是这样。那每个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发问卷，就是给问卷，然后你不回答，他已经有一定比例才列入计算，这样子幸福员工。那有这么一个公司，我稍微看了一下，有这么一个公司，哎呀，真的是这样。太太女生如果怀孕了，给一年半的产假，从最后的那个怀孕的三个月还几个月，一路一直到什么？一路到生小孩之后要照顾、要坐月子，通通给你放。然后呢，留职一定的，还不停薪，还给一定的薪资。然后呢，生了一胎或两胎，如果说你生了一胎还是两胎呢？他还每生一胎呢，还给多少补助？那是钱。那刚刚是讲价。然后他们就，然后怎么样？其他的了，然后就员工就说啊，哦，太幸福了，社会上讲那些事情，我们公司都没有这样。那家公司其实蛮大的啊，是这样。然后他就写这样，我想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能耐做到这样，但是呢，可以同心。什么叫同心？我一时没有那么好的福利，可是我知道我们老板很 OK。他的人很大量啊，就公司目前还小一点啦，所以大家能谅解，也不是说谅解，就是大家能体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进那个大公司啊。同心更重要，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同心了才有幸福感，才有幸福感。再来，幸福感也不是以规模大小来说。这当时那份民间的杂志有还提到说，有那些人数在20人以内的公司，其实还有那个幸福度很高的，那也很让那个编辑很意外，因为他想说应该一般的制度，福利制度比较完整的，大概是幸福度会比较高。但小公司一般来讲还没办法这么样上轨道，或者是说这么样那个，居然也有觉得很幸福的。然后再去了解他的员工也不太亲戚哦，不是真的就是外聘的这样。那这一理解之后，就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是说那个年轻的老板哦，大概是30多40这样，对于他的产品的价值充满了热情。感染的员工 ，OK， 你听懂意思吗？充满热情。比如说，我最近，我也很好奇哦。你知道，我到美国的网站上去买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呢，动用了什么美工设计者啦，科学什么 IT 设计者啦，还有矿物的材质研究啦，最后窑烧啦，还有什么温度控制等等，动用了好多种科技，只是做了一个杯子。那里头每一个都是那个30岁上下年轻人，那穿得很潮，很新潮的那样子，然后就访问，哎，还为了这件事情还访问了他这些小团队，才10个以内的人。那每个人洋溢的那种眼睛有放光，这样你说做一个杯子有这么严重吗？一个杯子而已，有这么严重吗？有，那是物联杯，物与物相连的杯。你知道那个杯多有意思吗？我这样喝一口，我的手机里头啊，就告诉我有个 app， 就是 app 嘛，哈 app， 这上面就告诉我。你在几点几分喝了什么茶？多少 CC？ 哇！然后呢？如果你现在给我倒了一个白色的东西进去啊，我和尚是不喝酒的哦，你把酒是素的还可以喝，那才那个和尚是不喝酒的。所以它这里就显示个 beer， 英文字的，当然不是中文了，还亮起来哎，它会这样升升升，然后亮起来 beer。beer， 那个色都跑出来，那几个字就出来了。好了，真的我偷喝了，那还是被记录下来。你几点几分喝了多少 CC 的 beer， 记录下来。然后一天结束之后呢，你按一个 enter， 他就把你总算，你今天喝了多少水，喝了多少 juice 果汁，这样子啊。啊，所以。那些小孩子，你说这个杯子能赚多少啊？其实我信用卡刷卡也不过就是1-2千块台币嘛，这样子而已啊。你说这个他能赚多少？我想也有限啊，还外带18块的油资啊，航空费，那运费这样子啊，18块，我记得是18块，18块是很贵的啦，哦，但是18块这样，我真的好奇，我买了，这样，你说他这能多赚多少吗？哎，每个员工呢很嗨，你懂意思吗？他觉得哇，这个东西太 fashion 了，太新潮了，这样。就是说那种同心感跟幸福感哦，传统产业也一样，只要有一份用心就是了。用心来自哪里 ？Nokia 有一句很有名的广告词，大家都知道吧？科技。来自人性，有没有人的需要？是的，一个具有佛教素养的企业家，无论你坐哪怕是电梯，电梯最重要是注意安全，不能夹手夹脚，哦，那不能够摔，不能够震动，有安全机制，刹车机制，万一绳子断了或怎么样，它会刹车，这就是安全，这才是人性，因为没有人。没有人坐电梯去买保险的，对吧？啊，电梯本身就是要安全第一，这就是人性。当你注意了这个了，你多花了一点成本了，
你愿意多一点费心去告诉你的业主了，买我的东西安全加好几倍，你的货物的往外推，或许一时之间没有太怎么样，但是你的员工会知道我们这家公司有良心，他的同心感就出现了，那么他的幸福感也就增长了。诸位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有善心素养的企业主，或许不是真的立刻赚大钱，但是他一定累积最好的因果在他内心，在他的员工身上。这样了解吗？这个时候你的员工去跟你的业主讲说，哎，我们的电梯虽然过了贵了一些些，可是真的贵得值得。这样子也不保证建商一定用我们的电梯，对，没错。可是我的员工出去讲的时候抬头挺胸，他的生命感是丰足的。作为一个企业主必须把这种观念带入。那么这个社会古来讲奸商，这个奸字就不存在了。商人是这个社会前进的推动者，而不是奸，奸诈的压榨者，就不是了。诸位这样了解。所以佛法首先保护了，或者承认了，或者支持了企业获利的必须，接着告诉诸位，幸福以及同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合理利润之下多一份人性的关怀。那个杯子其实也是会简单的讲，因为西方是剂量主义，剂量就是西方的医学是剂量主义。你看那个你要身体生病了，你喝多少水都要计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啊，尿尿多少了也要计算，对不对？你到医院去什么都得计算，对吧？吃几公克也得计算，喝多少也得计算，喝出来还得拿去称，哎呀，是吧？那就剂量思维，所以他就发展这种杯子，也是来自人性。是不是一定赚钱？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但是他累积的一定是那个人性的关怀的企业氛围，人家对他就有所期待。同样道理，我们做任何哪怕传统产业也是这样，哪怕你是造纸的，你也会注意到怎么样造纸的过程减少污染，因为这个地球已经受到很大污染了。那台湾就有一家造纸公司，他卖全世界。那你知道他的纸的来源是什么你知道吗？废弃的石头，石头去做纸，叫石头纸，卖到欧洲，卖到全世界。当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厂商跟他合作这样卖。那人家就访问他说，哇，为什么这么火红？他说火红是火红了，我搞得都差点倒闭，因为研发好费劲儿。然后人家就访问他说，你当时要倒闭了，你都把你那个你太太娘家的那个财产全部堆下去，你怎么那么大胆？他在谈他的过程，研发过程，他这么讲。他说是啊，不过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学生时代呢，参加环保团体、社会团体，那他也曾经去政府那里去抗议说政府呢滥砍树啊什么什么的。结果我现在我因缘际会去做那个要砍树的事业，我实在很对不起我以前的良心，所以我就一直找人研发有没有取代方案。结果呢，我找到了石头，那很难想象哦，石头。然后呢，因为它的环保意义非常的好，欧洲呢大量的买。你看看一个小小的坚持，也是一个对内在一个企业主对内在良知的剖析跟难安，结果创造产值不得了。诸位啊，佛法常常讲，一分善心一分收获，真的。我常常讲，我对奸商这两个字真的一直有意见，我觉得商不一定要奸，你懂意思吗？真的是这样，有谁还会说这种人是奸商？不至于了。我觉得商人可以是人间最优美的一群人，他在利润当中
保持着正义跟人类的良知，最为不容易，但最为人所尊重，可以的，真的可以。佛陀说人性本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我常常给人笑笑说，有时候我会来大陆啊，像有些主要的传老长老法师啊，他就常常笑我说，哎呀，法藏法师啊，你真的是无可药救的那个乐观主义。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这么乐观了，但是我觉得再不乐观会挂掉，都已经这么辛苦的生活了，还不乐观不完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我还是这么觉得，商人是值得尊敬的一群人，值得尊敬。他在立志当头的时候，仍然有机会保持什么？保持正义的清醒，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受人尊重啊。好，那么这样子受尊重的企业，因果会护着他。不一定是国家，也不一定是什么具体的人，因果会保护他。相信世间绝对有因果的，但是不会立刻。各位啊，做坏事偷偷摸摸，人间必然；做好事不会有人鼓掌，这也是人间的苦难。会怀疑，会从自私面来思考你，会从会不会成功的结果来考虑你，他不会从该不该做来考虑你，所以人家不一定来投资你。是的，那你可以投资你自己，那又为什么？相信因果，相信良知，相信为善可以，为商可以不奸，相信我也蛮辛苦的来到这里，努力的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你想想看，人类的生活完全离不开企业。如果我们就这样认命的说企业就是奸商所成，那这个世界还怎么过日子？所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师父占一部分责任，诸位也绝对有机会。你可以说我不可药救的理想主义，但人类的进步不就是因为理想主义而有的吗？理想的过程不会有人鼓掌，真的，冷言冷语还搞不好还很多，等着看你死搞不好还很多，离你而去的搞不好更多，但不会离开你的是你内心这样子的信仰。昨天不讲了信仰吗？这就是信仰，它跟佛陀不佛陀无关，没有直接关系，他跟念不念阿弥陀佛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纯善，内心价值以正念因果、正念力量、正向力量的信仰。你们是这个社会的中间，最后就会展现这样力量，给这个社会，回馈这个社会。你就是一个受尊敬的企业。无论你的员工有多少人，了解意思吗？真的可以这样做啊！好，那么往下，这是企业的价值啊。企业的模式是企业家生命价值的投影，这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啊。有时候讲义哈是按照思维的前后，但是在讲的时候不全然能这样了啊。那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我们把文字带一下啊。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啊。企业的模式经营模式是企业家生命价值的投影。当然这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什么模式，企业的一个理想模式它还是有一定标准的，因为这是累积了好多好多 MBA 的教授他经营累积比对了各种企业的成败跟操作模式之后，他有一个经营模式，这是没话讲。可是它不是死的。再来，它不能经营模式不能纯粹为社会为企业的单一获利而服务。它有时候是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跟人性才可以。
才可以，哦，才可以。台湾有一些企业家，他们都会相结合，在海外也好，或在国内也好，或在台湾岛内也好，他自己呢，他会结合成为一个小商圈。那么有时候，因为师父也是认识一些企业家嘛，然后会被他们约着去一起吃饭啊，怎么样？偶尔他们也会聊，跟师父聊着聊着呢，师父也会跟他谈一谈说，说啊，你们最近做些什么啊？做什么投资啊？什么？他们也会聊着聊，聊到他们企业内部的一些相互投资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就像朋友，不是在谈利益了，真的不是在谈利益了。也不要灌酒，他在师父面前不会去灌酒了，你懂吗？不会就我把你灌一灌，说你来投资我，不是这样了，已经不是了，已经在谈的关心彼此的家庭，好，彼此的爸爸妈妈，好啊，彼此的退休生活怎么安排，什么时候去共修，去师父那共修，接着呢，才会偶尔也点一下，哎，我最近有一个投资案哈，啊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也不怕师父听到，因为那很健康的投资。他们已经开始在想着什么，我的这样子的钱可以做一个怎么样投资，即便不赚钱我们一起来做 O 不 OK， 因为他可以做也应该为社会做，他们已经这样在谈了。当然那已经是渐渐后端了啦，他就他的本业已经很成功，收入也固定了之后，他愿意他的投资已经不完全在想赚不赚钱，想的是对这个社会必不必要。有人就会讲啊，师父那敢讲的啦，师父跟我们讲的啦，捐款都在捐了，何况做这个事情是对社会有益的啊，了也没有所谓了啦，当做捐款啦，他们聊起来就会这样聊了。我就说对对对啊，是啊，啊这事情该去做的嘛，就去做嘛，好好做了，已经这样想了，诸位。所以经营模式当然是为了保证了一个合理、效率、透明、财务稳定、投资获利 而存在的，这叫模式，没有错。你们所学的一定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把产品推出？怎么样跟人家 如何交订约？这就是模式。怎么管理内部？怎么进行企业联盟，或者是我的小企业怎么样把我的小企业的东西去做推广，在网络在哪里做推广，这模式各种。可是模式来自于人性，人性直基于一个生命价值。你是唯一唯利是图，还是带有理想？你卖的东西是有伤害别人的，乃至于伤害众生，还是问心无愧，无伤害什么？你的生产过程，你是用过大的压缩空间，压缩了你的周边厂商，然后集中利益在过度在你这边，还是你愿意去思考一下一定的模式，让彼此都能分得利益？你愿意在某一种商业模式当中少一分利益给你周边的厂商或者给你的员工，而体验到大家生活不容易，竞争 很激烈，老板少一分多一分， 少一分获利多一分给员工，让他幸福，让他安全，你愿意吗？这就是模式就会变化了，公司的制度就会变化了。身为一个有佛教素养，你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经历过这样子课程的修养 之后的一个企业家，他展现出这种生命的态度，是一种不会唯我独尊，能够稍微停下来顾虑到别人，即便是一点点，真的与一般员工要求都不多，他要求是那份 care， 那份感觉。他当然一定比你还知道，甚至比你还知道公司的困难，但是一份老板一份主管的关心跟用心跟体贴，我告诉你，他敏感于内，为你冲锋陷阵，
当然我们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只是一线人性的关怀，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具体的什么样子的哦，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师父外行不懂，可是内在里头的那份心真的可以感动人。那带兵如要带心，带员工也是带心，所以这是生命价值。什么？为什么生命价值？生命的价值在于能够分享，在于自己有能力能够帮助能力稍低的人，在于自己内心里为众生为他人着想的那份善念，这是生命的价值。从承认自己有自私有私心，到愿意分享自己的所得给他人，愿意为在自己获取利益的经营过程当中，为这社会的价值跟社会的公共利益留一份空间，而不是纯私利去计算，这样子的态度名为慈悲。慈悲并不是台湾发生这个状况啊，造黑假油，然后每次抓他去法院的时候，他说合掌，合掌，我都做善事，为什么还有这种事情？哎，做善事不能让你保证做坏事不被抓啊，这是哪门子因果啊？这是这样子啊？我都有捐钱的，为什么我还被罪抓？开玩笑，哪有这种事啊？这因果分开算的啊！哦，你捐钱就买了免死票是吧？哪有这样？因果是捐钱有捐钱的因果，做坏事有做坏事的因果，这不相抵的耶，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知道啊，台湾那个我就不上名字了啦哈。他造那个油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告知。那么你用真实的，你假装它是黄豆原料去造的，怎么样？那当然是欺骗的行为嘛。更何况是当中要多少的一个利益输送，官方的利益输送，这就违背了社会正义嘛。这样子，那他的所谓投资台湾，他自己没拿半毛钱，他去怎么样？他去熬。那个政府啊，政府再去熬银行团，银行团再吐钱出来，然后做他名义下的投资，然后他用一点点钱贷款，那这简直就超贷到不得了了。那这些都表现出一个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一个愤怒。说穿了，他难道活不下去要做这种事吗？他当然不是。就是一个贪字，而且无尽的贪。那当然这就真的被中国古人说中了，叫奸商了。这真的还大奸，不是小奸。这一奸还奸一堆人，从内心的奸到煎熬的奸都奸了。了解这意思吗？那这就是你内心的生命价值扭曲了嘛。我说过，企业是要赚钱，他不能这种方法赚，对吧？他运用的是人际关系上面的扭曲跟私下的交易，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这样。好，还有土地正义也是啊，他也买了很多那土地，都是几乎自己不用花钱，然后就买了好贵哇！我说过，财富就这么些而已。你用小小的成本，然后就赚大大的，就超出比例太多太多了。那几十倍、几百倍这样，那就啊，弄了那穷人，一般那个薪水阶级真的是没办法过日子了。那就是这样子。你说你这些钱你会安心不安心？所以这就是生命价值。这就是当时他没来上这种课。没来上这种课，所以我们说北大真的领导风气之先。人上这种课，你就懂。好吧，你不是赚那么多钱，你不是那么叱咤风云，可是到你临终的时候，你要死，不用等到你死，你老了交棒的时候，你会觉得满身轻松，很舒爽。你想想看，再怎么有钱呐、啊？吃一顿饭，左手拿起来两个碗吗？
啊，两个碗吗？你左手拿起来是一个碗而已，右手拿起来还是一双筷子而已。再怎么有钱，晚上睡觉你能一次睡两张床吗？半夜再换另外一张。你再怎么有钱，也不过就睡一张床，最后挂了死了，你能多睡一个棺材吗？啊，你儿孙，哎呀，为了造风水哈，多弄一点墓地，你起来享受啦，因为墓地比较大，你死了之后还可以比较有空间做起操，是吗？啊，死了之后就是一培土，什么家财万贯，什么样子的风云叱咤，什么样子的政商关系，通通归零。这过程当中，你牺牲了多少人性的尊严，你害了多少的家庭贫穷，你要这样干什么？这种道理我告诉你，小学五年级就想得懂了，不用和尚来教，可是你就是模糊掉了，你就是利欲熏心，把你的生命价值错扭曲了。你的本性当中其实都是光明的。我刚讲这并不是恨意，并不是用恨意来讲那样子的企业，并不是，而是这就是台湾曾经有过的失败。他对企业只教导怎么赚钱，没教导怎么过活，没教导怎么做人，没教导怎么快乐，只教导没教导快乐跟幸福的模式，只教导做生意的模式。我知道相当多的台商也过来台湾大陆，你们要学台商的也有不少经验可以学，可是不要只学模式，还要多一份人性。好，这个不也不是我批评台湾，也不是，我是觉得一个过程当中总是走过了才知道，走过了才知道。那现在当然也在改变当中，相当多的企业主直接就裸捐了，裸捐咯，他们也学比尔盖茨这样就裸捐咯，或者不到裸捐，90%捐了，我说也很合理啦，哦，很合理啦，绝对是好事啦，也是这样。也都是这样做，那这些都是做公证的，所以做公证就到法院去做公证，他名下的东西绝对全部做公证，是这样，那这就不能假了，这样新闻才能报嘛，OK， 好，那么这个呢，就跟大家呢，提到这里讲下，因此呢，建立良善的人生价值观呢，那么什么是人生价值观？就缘起因缘观，缘起，我刚刚不讲吗？努力在缘，成事在天，有没有？一切努力了就随缘，一切努力过了，努力在人呐，成事在缘呐，说错了啊，努力在人，成事在缘，努力在人，记下来啊，努力在人，人你可以努力的，啊，无论你的员工、你的产品、你的研发、你的销售、你的怎么样子的关系，这些是你人可以努力的，但成事在缘，这是一个因缘观。那如果真的不成，一样的努力，别人成功到不行，我就是不成功，那还有因缘，有过去式的因缘，三世因果不是一世的因果。大家都读过书的人，你们也知道，大家一起在那边读书上课，老师讲的一样话，大家坐在那样听，结果呢，他考好，我考不好，我考好，他考不好，那有什么差别？有啊，有过去式的咸鱼聪慧。智商高低，专心不专心，身体状况 O 不 OK， 考试就 O 不 OK， 这都有差别啊。所以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你也是很努力，不过对不起，别人程度比你高啊。他为什么比我高？他打球都他约我去打球的，打完球了我累半死了，他结果偷偷 K 输，没办法，他体力比你好。谁叫你过去小时候妈妈叫你吃饭你都吃冰，现在身体不好，你输人家有什么好说？所以不是同样的努力，表面看起来同样的努力就会同样的结果，这不是这样的机械因果论的。我们讲的因果观不是机械性的，它有很多的缘起来配合的。你想成功的原因，不是努力单一个人主观的努力就能成功，但
但如果没有单一主观的努力，绝对不成功，这点没话讲。可是你单一努力了，还有好多缘是你没办法的啊，那只能怎么样？修善心去招感，有办法修善心去招感，这还是缘起的。因为善让人放下，因为善为人好，让别人感觉到乐意跟你在一起，感觉到在你这一边幸福，少赚我也乐意。人要赚钱，无非就求个幸福，求个幸福。人要有地位，无非就求得一个尊重。你的员工，他只是没有资本来投资做老板，所以他来领你的薪水做员工。他在人性上渴求幸福，渴求尊重，渴求一个合理和合理的对待，跟你是一样的。只是在组织当中，我说企业是一个组织嘛，组织当中总是要有领头的人，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他是领头的人。现在企业渐渐大了，投资者不一定是领头的人，投资者是拥有者，但是领头的可能是 CEO 执行长，我们一般讲叫总经理啦，哈，这样子。你只是因为这样而作为一个拥有者，但是你的员工在人性上没有本质上比你低，他渴望的东西跟你我都一样，所以一定程度的将心比心，这就是缘起因果观。有因有果的嘛，他也是那个需要那个因嘛。我怎么样给他，他就会怎么样回应于我嘛。这就是投影，是不是啊？哦，我真心对待人家员工，出去为我们打拼业务，就不会跑去咖啡厅睡大觉，就不会了。他会努力去做业务回来。是不是啊？真心相待，你说没有啊，师傅，我有真心相待那个员工啊，那个员工出卖我，把我客户拉光。有，我承认是现实会这样。你要知道，真心不会招感假意，但为什么你的真心却会得到这个结果？是因为过去世的因缘果、因缘观、因缘观不是一世的。我说过了，那么呢，他这样做，他自有他的因果。你善意对他，他恶意对你，他有他的恶果要受，不用你去恨。你更不应该因此而关掉你的善门、善心之门，不应该。你要用更大的善来对待这个世间，因为你曾经用不善在过去世对待过他，他现在呢恶向胆边生呢，用一个恶来对待你，那么业就让他了。可是今天他用恶，还是有恶报。那么你受那个恶，有过去的恶因，现在爆掉了，没了，你会依之越来越坦荡。你在做，周边人都在看。当然了，一定程度的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为什么？因为众生有黑暗面，不是圣人，所以制度面上面的完整考核，一定程度的公平性。而这是一样的，佛门里头有时候不是那么要求，是因为大家都修道人，出门一袭衣、一双鞋，固定的三衣钵，没有太多的周边需求，所以出家人彼此间当然没有这些什么考核啦怎么样，但是有互相要求精进，不能犯戒，不能够懈怠的这种义务。这是因为彼此来修道，这个不是基于不信任，这是基于道义的相感跟善意的提醒，这没问题。可是社会的制度、企业没话讲，他确实面对了各种还不成熟的员工，是确定是的，所以一定程度的防范，制度面上面的一个完整，使得我们的财务呢清楚透明，哦，这点。没话讲，是需要的，哦，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这也是一种缘起因果观。什么是缘起啊？种种因缘而生起一个结果，不是单因单缘可成。世间都是有因果的，而由因到果要有缘的完成，
缘其实就是远因，疏远之因，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缘；近因，我们给它名称叫做因，强因。那么当然还有更维系的说法，就不必管了，就简单讲这样。那么有因，在近因加远因整合成为一个果。我讲个比喻啊，一颗种子，我摆在这，你等一百年你也等不出一颗稻子长出来，为什么？没有这个种子因是近因没错，可是没有缘呢，没有那个远缘，我必须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泥土里，而且还不能干的土，还湿润的，然后呢，浇水保持，最后阳光要照，温度要够，哦，它开始发芽。所以单因强因也不一定完全能成果，因为还有适当的缘。而这些空气水啊，那周遭来的，有时候你也决定不了，除非你自己去照，自己去浇水还可以。太阳温度哦就很难咯，是吧？你得等待啊，这些真的不是你能做的。但不是你能做，一样你能招感。你知道什么原因？你的福报，你的福报。同样都种在那里，哎，你种他种，奇怪了，怎么他招虫你不招虫？怎么你招虫他不招虫？因为曾经跟虫子的好坏关系，我们台湾哈，我就在那个寺院那个所在地叫南溪哈，南溪有一个老太太，有时候我们菜不够了哈，跟她买，因为寺里人稍多，不是一般家庭嘛，菜不够，去她的田里。他就跟我说：“那你到我田里去拿拔菜吧，拔一拔再来算，这样也很好，这是生鲜蔬果，这现拔的。”结果我们去了一看，哇，哪里有菜啊？他说：“有啊，那不就是吗？”他仔细看，他在杂草堆当中有菜，他不除草的。那我们就问那阿婆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他说：“这些草是给虫吃的，我跟虫子说好了，吃草啊。”不要吃我的菜，我要过活。然后呢，另外一区呢，哎，怎么那个菜都不拔呢？他说，因为这不够他吃的话，他如果喜欢吃菜，我这一区给他吃。然后问阿婆说啊，情况怎么样？很好啊，你们看都很漂亮，我的菜都还好好的。哎，仔细看，对，那些虫子都爬在杂树杂草上，真正的菜呢，剥开来，哎，漂亮的很，哎。这样就把众生皆有佛性，真的不要小看你，太轻忽，太忙碌于自己，你没感受到众生的体会体贴。那些虫子很体贴的，很体贴的。那阿婆她有学佛，但也不是什么懂什么多大多大的道理，可是恰恰好人家就相信这样，众生皆有佛性。有一次我到忏公和尚的疗房去，忏云老和尚，忏云老和尚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长老，他圆寂了，我做过他侍者。那我做他侍者，我明明觉得就这次轮到我做侍者，明明屋子里没人啊，他怎么在讲话？他讲话爷爷跟孙子讲话，嘿，叫你不要来啊，怎么还来呢？怎么顽皮呢？小心一点啊，不跟你讲好多次了啊。他就好像在跟孙子讲话，我想，哎，奇怪，我做侍者，屋子里没人啊，怎么会这样？我就叩叩叩，然后进来，啊，进去，师父啊，你该跟谁讲话？他，一只蟑螂，他在跟一只蟑螂聊天。我说叫你不要来吗？怎么不听话呢？那我说，你怎么这样跟他讲？他也是这里的常住啊，常常来看我。啊，就要这个时候不要来了，会被踩到。这种天真的心情，温暖的心情。当然了，我不能要求企业家变成这样了。你周边看到也会吓一跳，啊，我老板是不是头脑怎么样了？他会害怕。不过就是说，众生的因缘果，这因到缘到果，这中间是需要一些善心招感，善心就会有缘。我们今天下午会谈到那个我推动创设那个公司哈，刚开始产品零，没有产品的，没有产品怎么叫公司？没产品，
那么希望做一个产品是对世间有好处，没有妨碍环境，又能对健康有帮助的这样的产品。那么不晓得产品在哪，我又没有什么，我又没有那个啊、哦、我又没有工厂，而我和尚我怎么去做这个事？那我说你们去找吧。哎，我只给一个概念呢，说要卖那个对人类有帮助的、对环境有保护的产品。他家产品二三十样跑出来，都莫名其妙跑出来，人家一听到公司的理念就被感动了。你要怎么说？哎呦，这样子哦，啊，善事都在做了，我的东西给你，完全给你，全世界代理，全世界代理。有一种东西哈，是日本人要来台湾买，日本人也出现这个东西，这个农产品叫做香檬，是一种柠檬，不过原生种的檬。柠檬，它的维他命 C 是世界上最浓度最高的，是日本已经非常好了、哦。日本在那霸岛哪里的非常好了的这种檬哦，我们是它的60倍，把日本人吓坏了。我说太好了，一群人就杀过来到台湾屏东要全买。当然说哪有这样全买，你有钱我也不卖你。结果他就制造出哈、哦。那种是胖的人吃的会瘦，瘦的人吃的会自然丰腴起来，然后对身体呢什么防范疾病啦，促进消化、新陈代谢都非常好。原生种你不用再打农药，也防虫，因为它不 care 虫，也没有什么虫，而且就在地，不需要再加什么这样子的那个营养分。那就最适合你在地人这样子，然后但是用粉状的出门吃的不方便了，他就把定状的呢就给我们今天下午来讲这家公司。你要怎么说吗？没关系，你就先拿去，全世界代理就交给你了。人家要来拿了好多钱捧在手上，我不给他，我觉得他那个脑满肠肥，我就不想给。但是你们公司哦，没问题。哎呀，师傅说这个理论太好太好了，全给你们买。还没生产产品，他就已经把代理权全部交给公司，还都不知道你能怎么销售哦。人家我要交给你代理，我当然要知道你有多少能耐嘛，帮我卖东西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不然我东西给你卖不出去，我还算什么呢？他不是。他这连产品都还没出来，你卖都还没试卖了，他就全给你 ，OK， 给你。为什么能这样？这个不是谈生意谈来的，这是感动来的。这就是因缘果，是招感的。我们哪里就找到这种人？你找不到这种人。后来平科大有这么一个人，出现这么一个人，他是研究台湾从南到北原生种的权威。为什么我们找原生？因为原生种它不用再经过什么培育、基因转殖这种东西啊，这不好。我觉得大陆这边这一部分还蛮先进的，大陆不随便开放基因转殖这个行为，因为大陆这么大，万一基因转殖有问题的话，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愿意。哦，这是很对的。那台湾当然也有这种警觉了，他慢慢也在注意到这部分的了。台湾小嘛，他动作快。所以他常常人民跑在政府前面，这有问题。他现在法令上也在注意了。那所以他在研究那原生种。那原生种常常因为你住在这山河大地跟你的关系，植物最清楚。所以植物呢，在这个山河大地，在你所住的山河大地当中产生的反应，它就能够对应人体呢一个很好的防御跟健康机制。所以你看爱斯基摩人他就是吃鱼没素食可吃，哎，奇怪，他活得好好的啊，不，没植物可吃，没纤维质可吃，他还是活得好好的。你试看看好了，我们华人你试看看好了，你都学他这样只吃鱼，只吃那个你就什么一根吃蔬菜你都不吃，你很快就挂掉，得直肠癌很快就挂掉啊。他不会啊，在地化了，他的生命样态会跟着调整，植物样态也会真的调整，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他就研究这种原生种，不用基因转殖，对于生命力又特强，对于当地人又有很大的帮助。哎，
那又不用妨碍环境，又能把基本上是废物，那原生种都是废物啊，没人种植嘛，才叫原生种嘛，那几乎都是废物这样子，或者拿来当绿肥的，像后来有卖一个叫做原生种那个满洲黑豆，也是原生种，拿来当绿肥啊，绿肥听得懂吗？就是拿来搅和、搅死、搅脆在土地上当做肥料，他根本不把它当农产品的。现在发展成为哇，各种哪怕酱油都出现，哦，是这样。啊，像这样子的研究呢，我们也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公司不知道，但是它因缘招感，自动就出现了。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诸位相信，相信佛法不可思议，善念有最大的影响力，有最大的召集力。善念，善念，不停的对人间发生善念。你的企业将会有很好的贵人出现，无论你做的什么样，懂吗？当然，这是一个不伤害众生的企业为主了。好，再来，请认清。因此呢，建立善良的人生价值，然后呢，认清生命平等的本质。我刚刚已经讲了，员工与你与企业主，其实在本质上是平等，但是工作上不平等，没话讲。你不能说员工老板交代一个事情，你跟老板吵，哎，我们要讨论一下，我没有我同意，你不能这样下达命令，不能这样子，这样子事情都不能办了，这还是错的，哦，这不是这个意思，是本质。我这里特别讲一个本质，就是说他那个内在人性的渴望是一样，但是在制度面上，在一个操作的责任上，当然你不能错乱，因此制度应有的制度还是要明确啊，这没话讲。好，所以众生皆有我执与佛性，因为有我执，所以他需要被尊重，他需要拥有私人的空间、财富或隐私，这点老板不能给人家介入，对吧？他应该拥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安全的保证，因为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哦，所以你应该给他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万一在什么时间之下之前，我们可以补助你一些费用，不然他未来他会不安稳。这一点其实只是一个合理的人性的我执所需要的一个保证而已。我们也是，他当然也是。你作为一个比较有宽宏心量的老板，一定能感动你，照顾到他未来，他一定能感动你的员工。好，哦，这点呢，大家可以想想啊。再来，佛性，佛性就善面，黑暗面是我执，可是他一样有善的那一面。我执有时而穷，经过修行之后，我执就会降低，乃至于最后成佛没有了。可是佛性是越修越多，越修越强大。你要相信你的员工在你善的感召之下，他的我执会减少，他的善性会增加。你在管理模式上，你就容许了员工短期之内的不成长跟没有进步，跟甚至于一定程度的过失的错误，你不会这么斩钉截铁没机会。哦，当然了，有些员工还真的不适任，那没关系，你就割除割案，没有问题。可是也应该保留这样子对员工跟对周遭厂商的一个什么一个信任感。你在家里也是这样，了解意思吗？家里对待儿女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保留这样子的佛性空间给彼此，因为它有善的内容。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把善表现出来，去影响到他，感染到他，反求诸己。一个社会当中的中间者，诸位能够反求诸己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呢，我有一个案例，这个是我在某处啊，那我们在这是在大陆啊，那跟一位企业家聊天。那聊聊了就聊到他家里，我都关心他啦，就是说，哎，家里怎么样啊？他说，哦，一个小孩女儿，那现在啊多大了？十八九岁了。哦，在哪里读书啊？这是很平常的聊天了。他说，
到美国，我送他去游学，我说很好啊，应该到外面，年轻人到外面看一看很好。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好辛苦啊。我说怎样？他说啊，因为一时之间呢，好像某一些程序不容易办出来，然后美国方面没有给 I-20 那个就学的，好像是 I-20 还多少的签证。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美国他可能有某些原因，我们不清楚这样。那 后来还是去了。我说哦，啊怎么去？啊就我就跟那配合的厂商在美国啊，美国人啊，我就叫他开一个那个员工证明，让我女儿去当你当员工，然后就去了。这样啊，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签证嘛，那就可以去。那我说哦，那这也没什么，那就帮忙一下。不过他就发个牢骚。他说：“哎，真是美国人，真是头痛哎！我怎样？啊，去就去了嘛，啊，签了就好了。他居然叫我女儿一定要去那里上班，至少两天，坐一下子，这样。我说啊，那你觉得怎样？我就没必要啊，啊，都已经意思说啊，都已经都把海关通过了，啊，就算了，没事了嘛。我就跟他讲，我说，在西方人的想法，诚信是很重要的。”对国家的诚信也是很重要。作为一个商人，如果失去了诚信，今后什么都走不过去。那他，你的女儿当然不是在那里做员工，她是在那里读书。可是明明签证就不是用员工，就不是用读书签证。不要说他会不会来查，查了会不会罚款，会不会甚至于以后你会被一段时间禁止入境，就不谈这个了，谈他。他其实是已经做了一个欺骗他政府的事情，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请这个员工，对吧？好啊，你的小孩其实是去读书，去读语言学校这样子。那么他呢，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让步。他说，好歹去上个两天班，照个相，这样子就算你有做了，因为我不保证我的员工不辞职嘛，我就好跟我的政府讲说啊，他辞职了，他做不适应辞职了。这样好歹他保护了他自己。第二，在形式上，他对他的政府做了不欺骗的动作了，只是这样而已。你了解的意思吗？嗯，那这位企业家呢？哎，终究人家是老板了，听懂了，听懂。诸位，这就是文化上的稍微不同。在我们华人文化里啊，这就是一个人情，你就是卖一个人情给我，那结束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生意，互给人情，我也给你赚不少钱，你应该给我这条人情。在西方人，其实西方人想法是符合佛法的，也就是因果分开算。我跟你的人情，我可以在生意场合当中，我做更好的产品给你，或我帮你卖更好的东西，卖掉更多的量，我来还你这个人情。可是不等于我对政府说谎，这是两码子因果，何况这遭受的结果会更大都说不定。我因此会被政府彻底查账，或者因此我今后我的员工要真的要来的时候，我的签证下不来都可能啊，我的损失可能超过了你的预期啊。这就事论事谈可以这样谈，那就因果来谈，这是两个分开的事。华人文化里头有时候就会把它混淆，人在前，人情在前，情理法他把情放前面，法放最后，会这样，讲麻吉的，讲你我好，你好我好就搞定，这样。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我执跟佛性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呢，要认清在商业的行为过程当中，承认有自私。但是在一定情况之下，应该要用你人类的善性来给予平衡。我们不可能一下变圣人。商业行为过程当中，我们在合理范围之内得自己的利润跟好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方便有限度，利润有合理，佛性的善面不能忘记，这个平等本质要注意。佛法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把它上纲到无限的圣性上谈，到叫你要懂得平衡，我想你的企业就能走得长跟远。再来，与存在意义，什么是存在意义？就是我的企业有没有存在的意义。那有的企业是
有的根本不叫企业，那叫做假公司，有没有？虚假的假，它是为吸金用的，根本没产品。那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许的，那这当然没有存在意义。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你那个产品在你的生命概念当中，过去认为没问题，现在你觉得有问题。这点我叫声明啊，我不讲你们任何人做的事情，你们任何人做的事情千奇百样，我不知道。但我讲我昨天那个案例，昨天我们那位居士他说他卖酒呗，卖酒在社会上没有问题的，对一般人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他居然还问我了，那他就是基于他是一个深入了的佛教徒，他开始会受到他自己良心的询问跟周边人的询问的时候，或周边人一定程度的疑虑，包括他的妻子很理性，他的妻子很理性，那么的一定的疑虑之后，他当着师父的面没有预期的问我，我也很善意的告诉他，我说既然你还没有守戒的话，还没有受戒的话，理论上说他并不妨碍法律，也不妨碍一个没有守戒的佛教徒可以做。那既然你已经投资了，那你就去做吧。但是他听到一半，他就觉得说不对，我还是不要做。那个就是他对于这个企业，他这一部分的商品的操作，他觉得有没有意义，他就觉得不要了，他不做了。你看看这一点，由你们自己去决定。但是你要找到它的价值，佛法就是在看似没道理当中找到道理。我们以前我说我做义务兵役嘛，义务兵役也是要被训练的。那个时代训练还是蛮凶悍的，很累。啊，我们这种大装兵哦，就是读书人出身，那被训练的很操的很厉害。但刚入伍在门口哦，就被那个士官长趴下，我们听不懂，一下听不懂，因为他那有个口腔，趴下又听不懂。他来了就一脚一踹我那个背包啊，就踹没踹人了，踹了背包的。天兵啊，不懂啊，趴下了，用爬的又爬进去。那后来他们就讲一句话，他说：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不合理，但是他是磨练你。因为任何的业障现前，都在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出现。师父要磨练你，不会跟你好言相劝的，一定恶言恶相。了解吗？这就是不合理，是一种磨练。是啊，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你对员工当然不能这样，但是对于一个企业价值的存不存在，你的标准会随着你心灵的成长不同而不同。你要找到它的价值。同样是讲戒律，我们那位居士呢，又做了第二个业外投资，他本业之外的投资。你知道做什么吗？他不算投资，他是也算是跨刀相助。你知道做什么吗？我不晓得大陆这边土葬还是火葬啊？已经没有土葬了是吧？很少了。 OK、是因为人口密集嘛，实在没那个地。台湾呢基本也是土葬还有，但是都在收了，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五年啊十年之后就不能再有这样。因此就要有什么，我们火葬完了有没有骨灰坛子放？有没有？还是烧了那骨灰放哪里？丢大海？不会吧？不然放哪？啊？哦，还是在地底下就是了，小一点这样子的。哦，这样哦。没有塔吗？没有放进塔的，有没有？好，那我问你，那个塔是谁经营？庙、寺院，还是民间团体？哦，都有。啊，有没有政府经营的？也有。OK，OK，啊，对对，那跟台湾一样哈。那位居士呢，还不是投资，他就被夸刀，就是来要求挂个名了哈，这样。做什么呢？做一个塔的那个什么那个经理，总经理还是经理这样子了，做一个负责挂一个名，就是挂一个很高阶的管理者名字这样的。
菩萨戒里头又有这么一条，不肆意贩不贩卖棺材板木。哇，修学菩萨行的人哦，不卖那种棺材板木、丧葬物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靠这个过活嘛，看到人死了就想到生意来了，没慈悲，也没有那种，都没有那种对死亡的敬意，其实也不一定了。但真的在台湾有一些状况真的是这样，就没有敬意，甚至还抢尸体，因为那是生意所在啊，了解意思吗？所以菩萨戒还甚至要求这一条哦，哎。那他又问了，他说：“你要是菩萨戒，怎么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还被就弄去做那个宝塔，就是放那个骨灰坛子那种塔的官礼，就是挂一个名叫经理这样子，还是总经理啊？我忘记了，是挂那个名。我怎么办呢、啊？我说这一条师父替你解决，你可以做。为什么？因为就菩萨戒的本意来说，他是阻止你不要见死人心欢喜。”有财物，对死人不尊重，乃至于不敬死亡的事情呢，不尊敬，而且借故借人家死亡的过程当中敲竹杠，对不对？哎，你都没死过嘛，你也不知道整个死的流程怎么样嘛。那你家里就是有人往生，也不过就这么几个，常常是你阿公往生，你爹娘在处理。你爹娘面前也还没往生，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等到一往生了，你也从来没经验过，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人家说一个棺材多少就多少，啊，一去烧多少就多少，常常就这样。棺材里头该放什么你也搞不清楚，那结果放一样多一样钱，放两样多两样钱。哇，弄了半天呢，就是有人敲竹杠，就是把那个行为就弄得变成是完全，它是企业化经营，完全讲排场。要请几位师父、哦、要怎么样的告别式，多少钱多少钱，哇，他就排下来了。说好是好，就你还没死之前他帮你排好，但说不好的话，就是说他就是行礼如仪，没有宗教的感化，缺乏生命的内涵，只是把它很世俗化的完成。而且呢还有好多敲竹杠的戏，还有好多，不要讲敲竹杠难听了，就好多附加的费用，死一个人台币要二三十万，吓死人哦，真的是吓死人。就不必要这样嘛，对不对？好，就这样情况，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你去接没关系，菩萨戒是这样，只要你不这样就可以。你怎么做？我教他这样做。我说有缘的话，他来买这种生前契约，你还没死你就买了。生前契约的时候，你第一，你跟你公司瞧一下，不需要有的那些费用尽量减少。那么有的费用之后呢，接着呢，每个月或者每多久，你就寄光牌给他，里头讲佛法的，或者讲基督教、天主教，你看你信什么教，你就去请法师、请牧师啊，请什么老师去讲课，讲生命、生死之学，每个月寄一片给他。第一，提醒他无常要到了，对自己的生命要注意，对自己的生死要考虑。这样子呢，因为他都会活着为自己埋死亡之路，你干嘛不活着为自己安排心灵的面对死亡之心呢？你这样就要度化他了。他本来从不学佛的，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师父的那些录音带儿、光盘儿寄给他。他不听也没关系啊，他可以丢着，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看到。那么当中一定有一部分讲到了人死，就佛教是怎么处理，怎么住往生，怎么住念，怎么入殓，为什么不能动，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要用火化，我们都会说清楚，那他完全清楚啊。儿女要怎么样面对，面对死亡的时候心情要怎么样的放下，我们都用光盘给他教育。那这样的话，你做这个事就不是菩萨戒所制的，不可以做。诸位啊，这就是皆共成佛道。你企业存在有表面上可以跟不可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赋予它更深刻的意义，你的企业就显得有意义了。想一想你的企业有什么对社会的价值，
你哪怕卖菜都有价值啊！我的菜让人家吃得健康又方便又不伤害环境，我就在做善事，我做善事赚我应该有的利润， OK， 问心无愧。我坐电梯，我的电梯安全无声，不会突然间怎么样，而且我能够远端管理，我就做善事，我赚我合理的利润，这是可以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当然呢，当然还有人会问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了。我现在就要来有奖征答，师父，那我不可以去卖炸弹、卖枪炮，可不可以？有奖征答，这是很两难的问题。师父，你真的是大胆，挑出这种问题来，你自己找麻烦。小 case 啦，佛法无边，当然能解决。来，哦，这个不要说是有奖征答，我们来问问大家脑力激荡一下，认为可以的举手。怕人家看了，不要怕了。我没有意见哈，啊，这里没有什么对跟错啊。我说可以，有可以的理由 ，OK， 好，认为可以还是有人啊。认为不恰当的举手。那你们其他不举手是什么意思？随他啦，反正我卖可乐又不卖炸弹。下午再回答你们。要去想一下，可以有可以的理由，不可以有不可以的理由，你要想出来。好，想出来啊，我们下午谈一谈啊、哦。这就是为企业存在的意义啊、哦，真的是需要理解的。我给大家一个思维。一切法无自性，没有一样东西在本质上面，没有一个企业在本质上面说优或不优。当然，人间性上来讲有需不需要的差别，但是它不是本质上的对应可或不可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刻是早期台湾那个电脑 IT 跟硬体发展非常蓬勃，非常蓬勃。那么呢，都做代工了，没有经营自己品牌，所以大家哇想了好多种很奇特的运用，真的很厉害，很奇特的运用。后来能存下来的利用的那些程式或者那些硬体啊不多。然后刚开始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哇、哦，出现好多好多个产品出来，结果真的存活的10个不到一个。那你说那些9个都没价值吗？不能这么说，没有那9个就支撑不出这最后这个成功的这一个。那9个看起来是倒霉，可是在人间的发展过程，不是你一个人在发展的，真的会有人做炮灰。那这个做炮灰的对人间没价值吗？有，他内心里曾经有过的奋斗跟努力是价值，这成了他的生命的经验。最终他的产品因为被取代，更高层次的东西取代，这不是他能力所及，但是呢，他的生命的本质上是有价值的。或许他真的没人赚钱，但是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说明的，我要给你提醒的一件事情是，佛法看待事情不会这么表面，他会看待人间性，这是佛法很深刻的大乘思维，为的是一切众生，为的是一切众生。所以佛法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佛陀啊，他的家族曾经残害过另外一个家族，鱼，他的家族在好多千百劫以前曾经去把摩揭陀国的一个鱼池里的鱼啊全部水放光，把鱼全部活捞杀了，连释迦佛还当小孩的时候还把那个鱼王啊敲三下头，后来他成佛的头还痛三天，还曾经这样过。结果呢，这些鱼投胎后来变成了什么强大的这个摩揭陀国的那个军队国王，那个鱼王就变国王。
然后呢要进释迦佛的祖国，要灭掉他的祖国。佛陀没有高唱放弃武力，也没有高唱世界和平，他没办法，他知道缘起这样的结果呢，他还是努力了。他当然不能够让他战争发生呢，可他不是用口号，他有实际的行动。他去坐在路边挡住军队啊，他已经是国际性有名的人了，的圣者了，那人家不能不顾虑到他的存在，就说，哎呀，佛陀啊，你怎么坐在树这棵枯萎的树下？他就坐在一棵枯萎的树下。你知道他怎么说？佛陀说的好漂亮，哎，我将要失去我的国，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失去了树木的庇荫一样。那个国王一听，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算了，回国去了，不打。又撑了两年，不打不行，因为呢，这过去的仇恨还要去。这次绕道，佛陀还是知道了，又绕道坐在那个树下，另外一棵枯树，远远又看到，啊，算了，又退兵。你知道军队带动了之后，你是不能随便退兵的。第三次，他又出兵了，佛陀还是去打。目犍连呢，用钵把他几个小孩啊什么放在钵里，变得很大，飞到天空上去躲这个兵灾。佛陀跟他讲没有用，业障现前，不修善，国人还没有办法修得那么善，那业力还挡不过，所以这个遭报还是会的。你把他送上天上去，把他送上天上去啊，那个呢，仍然业力难躲。结果果然下来之后变血水，他的国被灭了。现在少部分的人还在接近尼泊尔边境，长得很帅。佛陀的族人非常的帅，是中欧那种白人，然后那脸蛋非男的不用化妆，穿的邋里邋遢，像个乞丐一样，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女的就像模特儿一样，穿的邋里邋遢，抱个小孩的小女生，头发都没洗，结疤哦。你看那样子，随便整理就变成模特儿，这样子。所以佛陀出生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男的帅，女的美，我还能出家，你不出家算什么？他就是用这种方法，真的美到不行。你要是那个李老师常去朝圣，他就知道，你要去看你就知道，男的帅到不行，我们都不由自主多看那个小孩子一眼，真的是这样哦。那佛陀后来还真的呢，他第三次出兵，不打不行了，绕过他，佛陀没办法挡，发生了。人间事就是这样，人间事就是这样，哦，给你一个提醒，业因不要造，最重要，业的因不要造，业的果自然无。OK， 好，就让我们的企业前景立于光明永续之地呀，啊。往下啊，企业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哦，谈到标准了。企业成功当然一定程度的是以赚钱与否，绝对是企业的价值，绝对是在这里，它具体的表现在这里。可是我不是讲了吗？取之有道，对吧？好，那可是呢，仍然有它难堪的黑暗面，这就是人类的困难。那哎，连基督教也这么讲啊，基督教说哈，亚当跟夏娃偷吃了，天主教基督教都讲到这，亚当跟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从今而后上帝处罚人类，要流血流汗才能过活。
这一点佛教不是这样讲，就是众生业报重，福报轻，不能够依时自然。其实在他化自在天，自在天里，那个根本就是依时自然。那到极乐世界你们都能去哦，极乐世界只要念佛求往生，我说我要去阿弥陀佛，那师父说的那里呢，自在衣食自在，不用再过这种煎熬奋斗的生活，我那里修行内心，在家人也可以去，那就极乐世界往生极乐。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中汉传出家人很爱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的国界世界去，那么这样就可以，不然真的美丽与哀愁就在那儿。美丽是怎么样？它创造了人类的一些财富。哀愁是什么？总是有它企业手段的难处理之事，甚至于企业的过程当中一定程度的伸张了私欲、私人欲望，这个要必须要注意，过头了真的你就会卖掉你自己的灵魂啊、哦！所以这表现上面的美丽与哀愁这种哀愁还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你已经习惯了，最后哀愁看起来不是哀愁，是你不哀你不愁，别人在哀别人在愁，这也不是 也不正当啊，了解意思吗、哦、最好是大家美丽，你也 share 分享这个美丽给别人，这是最好的，不要你美丽别人哀愁，这也不好，我说不能与人为善，这不是好的企业啊、哦。好，那我们首先说了企业的组织、企业的效率化、企业的资源集中化，创造了财富、进步跟自在，没话讲。你看企业如果没有组织，工作不能进行，乱成一团，谁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一定要有头有尾，有上有下、哦、那么分工而合作，这一定是要组织的。一台车子，一个电脑，你要做壳，要做内部，要做电源器，要做荧幕，你不可能一个公司都做成的，所以一定要组织，对吧？是的，组织大家最清楚。组织完了，你还得要效率，人家要买了，你东西还没出来，你就别卖了，人家已经先卖了。你要有效率，明明很需要，你还在慢吞吞的生产，来不及了，这也不行，是要效率。效率也保证了人力不损耗、不浪费、金钱不浪费的效率，是吧？一分钱用在一分货上，让彼此之间的利润合理化，而且有效化，这都是效率。好，当然西方有时候在某个意义上过度的压榨化，还记不记得用 iPhone 的人，你们应该有经验吧？曾经那个贾博士还在的时候，曾经有被鸿海以及相关的产业有被谈到说，那个你 iPhone 手机呢成本压那么低，生产线呢得的利润那么毛利那么低，甚至于呢雇用同工成本降低来赚取你那个什么苹果大帝国的金钱，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有人这么讲，曾经讲过，然后他就说、啊、我们愿意改变啊，如何如何，这就是美丽跟哀愁之间的样子嘛，对不对？虽然我们还是，我知道大陆这边的 iPhone 还是很强，很抢手。我刚刚跟我在见面的，从出家人，昨天晚上跟我见面，从出家人到在家人，用 iPhone 的多数啊，我也了解，这没问题，用什么东西没有原罪，没有问题。我只是说那是企业本身的问题。我们用钱去买东西，当然我们要用扶手好用的，这没问题。只是说，一个企业要强大到要搜刮到这样，自己爽就好，别人很哀愁，要这样吗？这就是要考虑的，了解意思吗？好，这一定造成了国与，甚至于是人与人，最后到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这都需要 balance 的，要平衡的、哦、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资源集中化、效率化，过度的压榨你的成本，然后让别人很惨，然后你来赚高利润，看起来你公司是很有效率啊，你很美丽啊，别人哀愁啊，这也不对，这样了解吗？就是这个世界不平衡就是这样。古人讲泛贫不泛，泛君不泛贫嘛，就这个意思。
啊，我们还会下午会讲到啊。资源集中化才能做，没错啊。一般小老百姓哪有能耐去自己生产电脑？没办法，电视也没办法，汽车没办法，只能做小铅笔、小文具，这可以。你被你集中大量，所以这就造成了什么？资本的股票化就这样出现的嘛，是这样没错。这因为他为了集中资本，凡事都由国家来投资。第一，国家没那么多人力；第二，没那么多经验；第三，有可能国家不会倒，造成了企业员工不努力，这都是问题。是的，所以他就要民营化，并且企业集资于民间，让民间整个来监督。这就是人性，很难，有时候很难突破，除非用佛法就可以，不然就会这样啊。所以资源集中化，比如说寺院里头大家做事扫地，没有钱可拿的、啊，为什么他们乐意这么做？因为他知道那是行善，那是修行。你既然都出家，你要修行，所以你自动去扫地，分配到了你就会去做，不会想我怎么那么倒霉，方丈和尚都在屋子里，只有我们在扫地煮饭给他吃。你不会这样想的，你知道方丈和尚也是很累啊，从昨天讲到今天，是这样的啊，比如这个意思啊。那同样的，这是因为修道嘛，你有超越表面的资本集中这种看法，或者是一个效率的看法，你会乐意去做，不然不是啊，你没办法啊，没办法啊。所以再来，创造了财富、进步与自在，这是它的美丽。是的，可是紧接就带来了忧愁、哀愁，过度的追求企业一己的获利，过度，那么最终也失去了个人内心的快乐与社会的正义。为什么？因为你凡事就看获不获利，从公不公平，凡事就这样看有没有效率。所以企业家做久了，什么想的都是这样，哎，你怎么赚那么多啊？我怎么那么少啊？他没想过，他就是缺嘛，给他多一点，他不会这样想。他凡事想的是公平、和平、利润、合理利润，怎么样增加我的财富？他就想这个。再来，他开始想的是，我经营公司这么难，我能赚就是我的，我干社会正义什么事啊？你没有想到，你的员工是人家省吃俭用，让他读到博士，来领你一分薪水，一天工作八小时理论，可是你又给人家加工，叫做责任制。台湾有一个叫责任制，责任制就是这个事情你要做好，不管你一天上班多久，你就要做好，而且我们要求三天做好。哇，三天做好，那我别下班了。我很多人因为这个东西三天要研究出来，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研究出来，我干嘛？我就干脆不下班了，衣服一带就到公司里睡觉了，老婆就呱呱叫了，爸爸也呱呱，家人呱呱叫了，啊，我这样，我儿子去上班，怎么就没回来？责任制。这样讲起来，你一句话责任制，要来不来随你。结果你是成功了，公司成功了，可是你对员工的照顾跟健康，你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台湾那个张忠谋先生，他就不是用责任制了，可能还有，但他已经改变，他叫三班制。我们讲明了，小夜班、中夜班、大夜班，不，就夜班，什么下午班啊，什么白天班，照轮，或者你自己选。夜班我给你更多钱，但是你把你身体调好，你专门做夜班就夜班，我也不要叫你加班，我给你多一点钱。你白天班就准时下班没关系，交接给下一个去做，速率还是做得出来，目标还是达得到，可是我用更多的经费，我来请更多人。他就比较温和一点，这样了解意思吗？这样子的态度就是什么社会正义。你看看，你以为你有钱，你请员工，员工就要卖命吗？卖命到这个样子，他没办法，因为他没有资本啊，他有技术没资本来领你的死薪水啊。可是你却这样压榨了，结果这个是什么？一牺牲人家家庭温暖，跟甚至于一个爸爸、一个丈夫的健康，来领你这个死薪水，好吧？就算很多了，二三十万、四五十万 的薪水，也买不回一个生命的健康啊！这是一个你对社会应有的正义感啊，但是为了竞争，尤其是封装。
尤其是 DRAM， 尤其是不是 DRAM 已经倒了啦，尤其是那个IT 设计产业的晶圆产业，它跟韩国一直在虎视眈眈这样子啊，台湾要守这个龙头地位，它是很拼很拼，那就怎么样？所以张先生在台湾民间的那个地位很高，就是因为他顾虑到社会正义。他既成功又顾虑了社会正义，然后他不对政治随便讲话，他该说的他会讲几句重话，讲一下，人家觉得他很有身份，那个人像看起来就慈眉善目，白发苍苍慈眉善目，人家看就舒服，看就舒服，人家还鼓动他说出来选立委，出来什么说不要，你不要害我，我好好把这本业顾好。人家懂这样，这社会正义他顾虑到，他给人内心有快乐、有安全。要这样，你不是只是想获利、想拼斗这样而已，没了命了，你拼什么？是不是啊？所以诸位啊，一颗善心，一颗平衡的心。所以过度的追求不需要。还有一位很有名。许文龙先生，他自己买地，他自己出钱买展览品，自己建一个类似罗浮宫的那种古宫殿建筑，然后开放给所有台湾人免费，当然免费去看，结果呢排不进去，太多人去看，说太美了，太好了，全部他出。然后他上班七天只上一天半，其他时间拉小提琴，陪员工聊聊这样子，当然这是要大企业做到那样才可以了。我们不是要这样做。他讲过一句名言：不要什么都投资，天下的钱不要都你赚，留一些让人家赚，我们够用就好。当然他钱很多，可他吐出来的更多。他缴税从来就是台湾前几名，但他要赚钱，大家他在社会上地位也是很高，也是受尊重，都是这样子。所以诸位啊，我们当然可能还在中小企业，说不定我们不一定企业很大，但是追求获利的同时，不是不择手段。好，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呢提了，所以说一己的获利最终亦失去了，过度的追求，我在讲过度，我想追求是合理，我一再说企业要追求的，好，等一下，再这样下去就会危机了。当前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经济体所面临的实际危机，这主要是指欧美，主要是欧美，因为欧美在发展资本经济了，发展久了一两个世纪了，对不对？那么它呢，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啊，资本市场经济呢，它面临其实真的是危机。这个危机还是来自人性，搞了个半天还是来自人性。往下看，第一种危机，地球环境与生态的迫害。你看看一个科技产品里头多少的微量元素。多少的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呢，通通来自于开采，大自然的破坏。所以这就是昨天讲到的，我说陈大校长曾经稍稍的批评一下 iPhone， 为什么？因为 iPhone 早期他做的 i5 还是 i5 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精密切割 CNC 精密切割，精密切割是一个手机啊，它都要用好多的水这样去割割割割割割割，割到精密度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这世界上三个国家能做，日本、德国跟台湾。那么当年贾伯斯要求日本做，日本做了，他不满意，跟他讲说一天之内给我回复，做出来给我。日本不甩他，你是老几啊？你这样要求我，我做得出来，可是我就不鸟你这样。你要这样做，我不要。结果呢，德国更不可能。德国说我们自己家里做都做不完了，我做你的，加工你的。他想一想怎么办啊？
台湾在做加工好像还不错，他就问台湾说，我要求标准是怎样，怎样标准你听哦，一根头发那么细，用一只大象拖一个刀子去把一根头发割裂成一半两半，就是割裂成中间割开，一根头发割开了让它两半，用一只大象去拖一个刀子去割头发中间，这样把它中间剖开了，你看这有多难。那么台湾那个传统工，那是传统工业而已哦，机床的那样子哦，他去跟成大台大合作过技术，他说好，你拿来，我24小时之内帮你做出来，我用航空快递寄完去给你看，如果做得成，你给我做。贾博士说，真的哦，好，日本不干，德国不干，你要干，我给你。慢了一个1小时到他手上，但是仍然到他桌子上。慢的是因为 UPS 飞机 delay， 跟他生产无关。他看到了，就这样下订单。现在在台中那个地方，方圆2公里之内，一年的产值600亿，600亿，没有股票上市，自己的公司，就是这些周边的公司这样。他早年就是做那些机器、那些切割的功能，你知道吗？他这样子是整块铝片要精密切割到这样，用的是非常顶级的技术。然后呢 ，iPhone 每年换一把。你说成大校长要不要骂？骂他浪费资源，光在切割的过程用多少的水，你知道吗？玩过人都知道，对不对？CNC 那个切割，因为它要降温，它要喷掉那一些，用到多少电？不过就是一个机壳，然后你用了一年换一把新的，很多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你们用的不好，我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他用这种方法在促进消费，在展现他的美学，但是有没有顾虑到环境？德国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名。东方人去那里吃饭，叫了好多菜，吃完了之后啊，一定剩了又一堆，就要走人了。服务生过来跟他讲：“哎，对不起，你这要吃完。”他说：“哎，为什么我要吃完？这我买的，我付钱了，我不吃了，大爷不吃怎么样？”他说：“好，没关系，那你稍等一下。”他马上打电话，环保官来了。环保官一来了之后，当场人赃俱获，抓到了，罚钱。哇，那个东方人气起来了，哎，啊，这我买的啊，我吃不下，那这硬吞也吞不下，怎么办？这我钱是我的，我买我不吃又怎么样？你知道环保官怎么说？钱是你的，食物是这个世界的，你没有资格用你的钱浪费全世界共有的资源。诸位，所以成大校长说那句话其实还 OK 啦，他骂 iPhone 其实 OK 呢。钱是你的，但这些资源是全世界的啊，诸位啊，所以社会的正义真的是要企业家用良心来面对，不然真的人类没未来。往下看你就知道哦。下一个，不过下一个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师父已经跟我讲，时间到了，不要再讲了，人家要休息。好，我也要休息。那么今天下午1:30是吧？啊，1:30哈。那么跟大家聊一聊哈，往下就会 ending 掉我们重要的内容了哈。很感谢大家的辛苦，跟我一起来探讨。掌声表达我们对法藏师父精彩开示的感谢。那么咱们今天下午呢是1:30，咱们回到会场继续聆听法藏师父的开示。好了，现在同学们去用餐。